小沙弥吉祥，祝福大家每天开心幸福，平安吉祥，一起快乐过生活。十一是一条生命，就该珍惜，想得到健康长寿就得多活动，穷通得失都是自己前因所得之过，何必羡慕他人的荣华富贵，更莫不择手段苦苦追求。是非来时，先客观虚心的自我反省，若发觉自己有错，应该感谢对方，若没有错，就把它放下。